我又好欣賞何偉豐做嘅嘢。你諗下，有何偉豐嗰啲微電影，其實微電影將好大一個好大嘅廣告嘅一個嘅市場，因為而家全部廣告咧，我哋都俾唔起錢㗎啦。但係你網上做 target 嘅 customer， 跟住你嗰啲短片可以好特別，針對你嘅品牌，我一聽起上嚟咧就覺得好合拍。所以我咧就一路會同佢保持聯繫，希望香港多啲咁嘅人出嚟去推動啲創意產業，靠政府嘅籌錢真係唔多。政府最好咧就用錢啊、用税務啊、用其他嘢搭救。如果政府有眼識人，應該